主料：虾250克，日本豆腐2条。辅料：草莓酱适量，剁椒适量，盐适量，糖适量，醋适量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将日本豆腐切厚片，入锅煎至金黄，然后摆盘，将虾啄熟去壳，拌上生粉、素粉及盐，下油锅炒至金黄色，起锅摆入盘中央，烧热锅，用草莓酱、剁椒、盐、糖、醋做个调料，收浓汁液后淋在上面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